胡瓜脚趾冒黑痣，医师竟说孔结痣。我每次洗澡看我脚旁边第二个指头有一颗痣，是不规则的。医师他说这颗痣有可能是黑色素瘤。讲那么多不如直接用看的。其实它看起来好像稍微有一点不规则，稍微有一点点隆起。所以它是哦。虽然不是想要恐吓瓜哥，不过如果真的是黑色素细胞癌，那一个指节要截肢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